全新原创中国新歌声全球首播。咱们长话短说，我们待会儿要出去索尾，走吧。太难了呀！太难了呀！哦，这个漂亮呀 ！Hello， 你怎么 Hello 我看风景啊 ？We have excuse me, it's mine, it's mine。哎，那边也有妈妈，帮他一下。瞬间熄火了呢。哪里人？啊，英国。不能吧？英国人，牙上都很红。哇！快找出1块钱人民币！啊啊！哇，没事吧？没事吧？来来来，我给，干爹！哎呦呦呦！谁背我过去吃饭呀？哇！你背，法老啊！啊！什么样你的香都是最要的摇摆哦。今天要带大家来泡这个温泉。好，哦，洗澡啊，太好了。欧洲最大的温泉。哇 ，cool。以前来过这里吗？以前来过这里的门口。哦，好啊。这个温泉大概有170年的历史。真的啊？对，老温泉。这就是传说中的罗马浴场吗？不是。你好。嗨，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就是布达佩斯最大的洗浴中心了，是吧？对，最大洗浴间。好呀，全欧洲最大。真的？是的。亮亮来过这儿吗？没有。我给你们提个建议啊。啊。今天你们一定要不醉不休啊。啊，为什么还要醉？温泉很好喝，温泉很好喝。排队呀、啊，买票啊，干点正事啊。Six people。OK， 现在要。最重要的事情来了，说，我们要选泳装，怎么选法？一个泳装配一把钥匙，但是那泳装我刚刚已经先看过了。好，那先选一，最上面到最底下，你要选第几件？就中间那件吧。中间是第三件。可以啊。那你选第几件？那我选第五件。第二件。第四件。第四件。六。哦，好，那我就第一。哦，哥！哦，第二个是谁？我。哦哦，第三。哦。第四。哦。第五。这儿呢？哎呦，肌肉装！哎呀妈呀！哇，绿巨人！哇，超人装哎！我第一次超人装哎！好吧。
别符合咱们的气质。哎，对啊，我就穿一大裤衩。哪里啊？在哪里？这里。啊 ，OK。哇！绿巨人也是醉。对，怎么有机器？那这样怎么拖？拜拜。温泉浴场建造于1913年，巴洛克风格建筑环绕的三个露天温泉池，得天独厚的温泉和美景使泡温泉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温泉池里不仅是泡澡，而且在其中约会、辩论、谈生意，以及三五成群的进行传统游戏的比拼。哎，丢脸你呀、啊一点都不想下呀。你看一点都不想下水，这外国人看得可乐呵了。
真的没有那种国界，然后没有任何语言的隔阂，我觉得太棒了。就算玩一些游戏，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的吧。来，郭老师来。憋气好不好？啊，憋气啊！憋气好啊！好吧，最先上来憋气，最先上来要抬着郭老师转一圈，好吧？好，谁提前上来的？谁就扛着郭老师在这转一圈，好吧？好，来 ，OK， 坐正啊 ，OK， 一、二、三。处理一个绝对答应的。手机买门票，周边游就找驴妈妈。本节目由自助游领军品牌驴妈妈旅游网全程独家冠名播出，花样售价，百样玩法。节目全程参与微信摇一摇，抢红包，暑假旅游三折起。哎，什么鬼？我 Q 更多人来了啊！我挑衅来了啊！挑衅更多人过来。
为什么？哦，对，传过来，来，走 ，OK， 过来，对，来一个 TV， hello， yeah， we are TV now， 好，哇，哇塞。这个就应该有两个人在旁边给洗头，对，不是他俩给倒吧？
来，开始。不是这样的，你不懂，你不懂，这样的，这样啊，不要过，过。啊。太惨了，你。驾！驾！把我收起来。这是最浪漫的地方，不去会后悔的。享受完温泉的男团们前往著名的瓦子街，感受当地独特文化。今天真的好困啊，特别困，就因为起来太早了，什么都不想干啊。前面就有三轮车，如果几位累的话可以去坐。
是要去坐这儿的三轮车了吗？在那边呢。哦，这个咱得挑个有棚的坐。哪国都有三轮车呀？两个人一个车。那该我选了。哎，这个不错，辛苦你了。我吗？那那个大个子给我吧，那那个大个子给我吧。好，好吧，因为你会讲英文，因为你会讲英文。你选的谁啊？那我没得选，我跟大柱嘛。你跟大柱，好，你先说吧。我们俩也从来没有组合过。OK，OK。拜拜，拜拜，拜拜。你看这个人，你看这个人，不要打了呀！啊，哇塞，我救我救我救！说你没什么事，你聊出来干什么？你聊出来，你说聊出来，谢谢，快点。Are you ready, guys? 他知道去哪里吧？知道。他知道啊。我们那两辆车已经找不到了，是吧？他们在另外一面。好呀。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怎样？我们成功的把他们甩掉了。啊，真的吗？所以我们现在去喝咖啡。所以我们不用去和他们一起去逛了。哎呀，太好了。那么接下来我要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哎呀，太好了！你开心吗？太好了！我要带你回我们的宿舍，回我们的宿舍。真的呀？真的，真的呀？有什么任务要执行？没有什么任务，就是看你好困。而且待会儿我就要去机场了，我就要去机场了。啊，真的吗？我今天要飞回北京了。哎呀。嗯，然后有个两三天我就回来喽。你是几点飞机？我怎么着六点也得从这儿走，大概是晚上九点飞吧。现在几点钟？三点钟，正合适。差不多，嗯，正合适。我给他们做几个菜，我再走。OK。我这怎么对得起其他团员呢？哎呀，这怎么对得起其他团员呢？啊，怎么对不起呢？我怎么我会心虚的？我带他去休息，回宿舍收拾。耶！这就是步行街。步行街。像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像北京的王府井一样，啊，对对，特别像的。有瓦茨街是一条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步行街，被称为步行者的天堂。干爹住什么呀？郭老师现在去给你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去了，你们就执行自己的任务就可以了。郭老师神不知鬼不觉离开。火车呀，亮亮呀，啊，亮亮呀，火车呀，哇！路易哥哥，我想那一顶，我想要那顶啊，上面那个，那么难看的你都要？我头发已经乱到不行，我想要这一顶呀，好看吗？不太好看。好看，你看那江边那老头钓鱼那个，这个很舒服耶。哎，好看，好看，特别像钓鱼的。哇，亮总，谢谢亮亮。但是你答应我个条件，不是白买的。大款，你说什么我听。对啊，对啊。讨厌。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你的肤色。师傅，干爹的，师傅的，对啊。郭老师的，郭老师的，买一顶给他吗？我要送给他一顶，我送给他一顶吧。
啊，买给他，买给他。多么浮夸的一个，各位合适的感觉，现在对的吧？带一个，再看一个。床前明月光，我是郭德纲。床前明月光，我是郭德纲。哎呀，那么早就收工了，好罪恶呀！没有没有，我们任务好艰难的，这一趴任务超艰难。是呀。哦，又到了酒吧一条街了，就像两个逃学的人。到了，十一号。啊！太好，太棒了。好干净啊！哎呦，菜很多哎！真的吗？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菜，等他们回来。是，我要做菜，你不用管。真的吗？对，你管刷家伙、刷锅、刷碗。哎呀，太好了！青菜、肉，我还有肉，这看起来不错。肉，鸡肉，鸡肉，鸡有猪，有蛋。还有泡菜，好，就看你要怎么做了。好的，呀，这个肠可以。葱也有啊，姜。东方卫视啊，台标啊。要我帮忙切吗？不用，没事。是吗？但是我需要找到盐啊、糖啊之类的东西。对啊，所以调料在哪里、啊？你看看哪里是盐的，是什么？帮我看一下。啊，我需要盐和糖就好了。那应该是盐吧，这两个都是盐，对吧？搜一搜，这个是生抽，哎呦，还有生抽这么高级，生抽、老抽都有了，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没有糖不行。我看我去帮你买包糖好，那最好。买糖。Harley Davidson， 好，我怎么哪里啊？男神，哪里啊？到我这儿来。提供的线索，你们要购买三样当地的特产作为犒劳郭老师的礼物。OK， first paprika， salad paprika， epresmis， espresso， epresmis， epresmis， gulyás képes lap， 忘了吧？ gulyás képes lap， 第一个是 gulyás paprika， salad paprika， paprika， epresmis， epresmis。OK， 我这 Express me， Express， 你离远点，你别老念，你别老念，你影响我们。Guys keep back， Guys keep back， Love， Guys keep back， 你俩小点声， Guys keep back， 你们两个小点声， Guys keep back， 你俩小点声， Guys keep back， 你们两个小点声。哇哇哇！Cyrus paprika， Cyrus paprika， Stop， Express me， Express me， Express me。Guyash Espresso means Guyash Kipesmo。 我又忘了第一个了。OK， 我
我们教学过程结束了。就 ，express me， 限时十五分钟。这第三个主要干嘛？这要干嘛呢？书开始。听不开。第一个是 Ashley Paprika， 第二个我又忘了。不是，第一个是 Paprika 呀。Ashley Paprika。对 ，Ashley Paprika。第二个是什么？Express me。我知道他怎么说。贾乃亮很帅。贾乃。欧弟好帅。是吧？好，再见啊，再见。欧弟好帅。欧弟好帅。欧弟好帅。Thank you。My darling, I've hungered for your touch。 我一定要叫我贾乃亮男神。 I cannot。 Let's go。 Sorry。 那我们先我们随便去一家店问问吧。 OK。 杂货店。对对。Ashley Paprika。What Ashley Paprika? Paprika? Yeah. Paprika? Wait a minute. Oh. 这个吗？哦，这个。哦。Paprika? Yeah. 贵呀。做汤用的。哦，这个是贵呀 Paprika? 哦，那这个贵呀 Paprika? 是吗？好吧。对啊，不要是还第二个呢？他说 espresso， no espresso， electric adapter。所以他们到底要我们买什么？有点忘了。买三个特产，当地的，当地特产。很便宜。哎，亮亮，那里有啊。这不就是红辣椒吗？对呀、啊。辣椒两个字要比。Paprika。一定要说这么多吗 ？Paprika。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什么呀？不告诉你，你告诉我们第二个，我告诉你第一个。对对，我们交换意见。对，我们都记下来了。那我们去骗欧弟。OK。骗他也没有用啊。Yesterday, where you been? Yesterday。哥哥，第二个。You go home yesterday。Number two is what? 什么 espresso? Espresso means. Espresso means. Espresso means.No. 什么东西？我看看来。好朋友。啊。看一眼。我们反正先买完先回去。嗯。OK. This place. Oh, it is right.Ashley Paprika. Ashley Paprika? Yes, Paprika, yes. That's a guyash cream. Guyash cream? No. What? No. No? Hey, no. This. The precious cream. Yes. Oh, okay. No. No, because it's, I said guyash. Guyash. Kipesh lop. Okay, wait a minute. Guyash kipesh lop.We are skipping so. We are skipping so. We are skipping so. 赢了，全买了，全买好了。还有最后一个，在这儿呢，不用，都买到了。什么？三个都买到了吗？对，都买到了。看，对，金色的地方。对，嗯，这个是我给你女儿买的。这个是我给我女儿买的。嗯。谢谢叔叔，别客气，亮叔叔。这个是我给露露买的。什么？这不三个吗？
亮叔，谢谢亮叔，好可爱呀、啊！我女儿收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明星签名。刚才有那个有人听懂要买什么东西的吗？好，那个买回来的人可以跟那个亮亮交换一张合照。哎呦，对，有听懂的人去买，回来跟亮亮换合照。Public，Public，Public。师傅曾经说过一句话：活在当下。我们的师傅，来看那边，我们的师傅，嘿，重要的是快乐。开封府。Supermarket. No. Stop. Check the Starbucks. Yeah, but don't go in there.Because I won't take some sugar. I won't take some sugar from stuff. Hey, 拿的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们能逆转吗？啊，这里肯定有，因为这里有辣椒。哎，哇，你知道买什么吗？草莓蜂蜜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就是 CD 吧，还什么的？不是 CD 啊，那什么？啊，这里，哪里？哦，这个，草莓蜂蜜啊。草莓蜂蜜。对啊，好了。Guys, give back, stop. 去哪？街角那家店，中间的吗？对，杂货铺。OK。This place have a Guys Give Back Store。Guys Give Back Store。时间还有多久？亮亮啊，现在有两个特产了，再问你一个。哎，我们去找那个嘛，刚才出题的那个嘛。Hi。We get two, one and two. Perfect. OK, and.Guys, get best love. Guys, get best love. Yes. Guys, get best love. Guys, get best love. It's like a photo. A card. Yes. Card. Mhm. Like a card. What kind? OK, 我们到齐了。收到。OK. This is.Guys, keep it though. Yes. Yeah. Perfect. Yeah. 完成了。Thank you. 完成了。Thank you. No. 我跟你说，首先，现在我们虽然有两样，我们有辣椒果酱，差一个明信片，没错吧？但是，因为最开始他念的时候，你们两个捣乱，不停的在念，你们话太多了。没有啊，我没想清楚啊。影响了。什么都听不懂。对啊，真的听不懂、啊。听不懂、啊。影响了对手。对啊、赢了就是赢了。对，赢了就是输了。No. 首先这一趴你们影响了对手，这就不公平。第二，这两样东西都不是我们花钱买的。所以说我们没有花任何一分钱，也没有讨要，都是别人送给我们的。这什么呀？而且明信片，而且明信片我们也拿到了。Let's go. 我主要是赶快到那边去坐一坐。我也觉得，放，搁点东西。这个吗？这个店吗？是这个甜品店吗？哇！
亮哥最喜欢的甜品店，来吧，走吧，我们进去看看。OK， 去里面休息吧，我们。我回来了。哦，买到了没？没买到。哦，好吧。但是想办法了。好，因为我就去星巴克买了两杯咖啡，他就送了，从里面偷了一堆糖。太棒了。来，放在这里。我来，把一包一包拆开，好吧。你收到了吗？什么？郭老走了？郭老师要去机场了，你知道吗？啊，真的吗？这逗我玩呢吧，估计。他觉得这节目太无聊，他要回去了。不可能。啊？真的假的？真的呀。郭老师，你师傅不要你了，都是因为你。买单。Okay, thank you. Okay, let's go. 他别走啊，群龙无首了呀。不知不觉闻到味道也饿了。闻到味道了？是的。哎呦，半成品啊。米饭得让他们自己买了，只能去买了，没有办法。好像沿路回来有一个中国大饭店，有吗？去买饭啊。好呀，辛苦。骗他出来买饭，然后呢联络其他的好兄弟们一起去机场送行。是我真的很麻烦，没有电话，可以帮我把电话拨给那个胡导吗？没事没事，我跟你说，欧弟他们在你旁边吗？好，我们听着。因为郭老大在做饭嘛，要等你们回来吃。我出来帮他买那个白米饭，可是我觉得说我们应该要送他一下，所以趁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直接杀去机场送他一下，给他一个惊喜。好啊，我们到那儿先躲起来。好的。对。OK。好，你啦，你要躲好了，你那么大只。好了。好，我们机场见。Okay. 好，待会见。拜拜。火太慢了，外国人的饭呢？啊，因为做艺的人呢，就像我们这种人，其实很感性的。虽然说来了连十天都没有，啊。但是觉得就，哎呀，舍不得了。哎呀！我说给他们做几个菜，我再走。在做菜的过程当中，那个画面就一直在我脑子里来回不断的这么一遍的呈现。来来来。好了，我该走了。
师，不好意思，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米饭，现在好不容易回来，结果一上楼你就已经走了。哎，没有跟你 say goodbye， 没关系，等你回来，然后一路顺风喽。亮哥起床呀！走了呀，师傅要走了呀！是，快，赶快买机票。今天制造惊喜是一个漫长生命中值得去做的事情，能可以维系感情，只有这样一直下去，日子才不会平平淡淡的。听说兄弟们已经到了，必须跟他们会合一下。其实躲在哪最好，你知道吗？躲在车上最好。汇合了 ，OK。新哥，那个航班的时间问题，我也不能等你了啊。然后辛苦了，今天找那个糖费这么大劲，也就是你聪明。等下咖啡店请拿着你的糖回来做饭啊。好了，你们赶紧吃吧，估计都凉了。他跟他们几个人解释一下，有些个东西跟调料也不凑手，也都赶个啰啰，也不知熟不熟，咸不咸的，是吧？凑合吃吧啊！等什么时候有机会给他们好好做一顿。好了，我走了，谢谢你，过几天咱们见啊。他现在心口气是完全相信的，然后他要叫他们赶快开动，可是我不能让他们那么早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表示他们马上就要跟他联络。会出包的，所以呢，我就说他们还在外面做，估计还要40分钟才会到。那40分钟他大概也快到了，所以这个是最刚好的。好，然后你就跟他说我知道了，然后请他一路顺风。然后我问了，其他人大概还要半个小时才会回来，他们在外面跑。那我会转达，然后谢谢他，请他一路保重，过几天见，拜拜。回去都凉了。我还真是上了岁数之后啊，跟原来脾气不一样了，就把一切看得都很开。我真是看什么人都能看出好来。我现在是这么一个人。郭老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么多人找他，他就不舍得走了？没有，我还骗他你们还在外面跑啊，因为我怕说如果你们先回来吃饭，你们怎么都没有跟他 say goodbye。所以我就骗他你们还在外面跑，就怕他失落是吗？啊，真的吗？哦，我太好了呀，哥哥，是不是厉害？对呀，厉害呀！我说你们还在跑，他们等他们回来，我会告诉你，告诉他们。对啊，还在跑的话，真的我们太可怜了。对啊。所以现在决定怎么样？各自回到各自的点吗？还是？集中一个点，集中一个点，等一下，集中一个点吧，对。花一点，不要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金牌，免死金牌没了。金牌
没告诉我啊？赶紧走，还有我呢。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干爹不要走啊！没事没事，不要走，没事没事，很快就回来，很快就回来。我买米是不是买很久？我还说人怎么还没回来呢啊！我直说不让你们来送我来，这是啊。哎呀，当然得了。不要走，不是我怕你记仇，不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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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虽然那么聊闲，但你依然很可爱，这是最帅的啊！我没聊闲够呢，如果你走了，我们惨了。不会，不会，不会，我们边走，不会啊！我回来，来来来，我怕你 check in 来不及，就是故意啊，来不及，对啊，那别走了，来得及。你什么时候到的呀？到半天了，到半天了。哎呦，我的天！从我出去买米的那个，就到这儿了，就开始。哎呦，就开始策划这件事，包弟哭了好几回了，而且怕你知道，我一直骗他们说，他问了我好几回，骗你说他们还在外面工作，还在执行任务。哎呀，信，性情中人，他是真真正正的性情中人，活得很自我，开心了就真开心了，不开心想玩开心，就他这个人说明他单纯，心地干净。有的时候时光就是这样，还你忘了姚鼠那个时候你戴着那个帽子还。办那个摄影老师在那个雪山上的，一下几天了，八天了，七天吗？八天，怎么那么快？八天，三十号到的，三十一，三十开始嘛，八天了，八天了，哥老，知道你啥也不缺，送你个礼物，奥地利的，你先拿回去吧，小还好放，大的我看你太重给扔了。我好好留着，摆在我书房里。就这么点儿，是礼轻情意重吧。还要你们先 check in 亲一个吧。三千五，师傅，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了。去，你要摘这个你就不要给我。林妈妈，林妈妈陪你在，你才对得起节目制作单位。飞机上，她可以陪你聊聊天。柱子啊，干爹也没什么给你的，这是猪爸爸。师傅呀，你要乖啊，不要忘记呀，麦克风要留下来。不，我还有话讲啊，还没说完呢。这个时候稍微给我一分钟，我挤挤眼泪。可以了，拿眼药水来。假了，假了，假了。来，准备。看，眼泪出来了。看，看眼泪，眼泪。哎呀，哎呀，哎呀，太难过了。他挺可爱的，他没坏心眼的，你知道吗？他就是这一个爱嘚瑟的小美男子，害不了人。他有时候就嘴欠啊，爱聊闲，东北话聊闲就是爱招个欠什么的，小欠灯似的。但是很善良。哎呀，不行，我的情绪忍不住了。我要用京剧唱首歌，我送师傅。我这就走。上立殿，上立殿。离别虽然在眼，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认识。你一起走吧，你一起走吧。说再见，好丢人，好丢人。喜欢啊？那换一首吧。不认识了，不认识。呼呼哈一，快使用双节棍。呼呼哈一，这地方有没有保安给他弄走？欧弟很聪明，也很敬业啊，但这次来我就发现他岁数大了。他真是，他不像原来我想象中那个小孩了，他知道累了，他真是为了家人，为了孩子，为了媳妇儿，要让他们生活的好一些，他还得往上去努力，他还需要更大的平台。所以我说得了，我以后你说是我徒弟吧，我罩着你。大珠子呀，不是是，你要等我回来呀，干爹，一回来世界都变了呀。秦胜柱比我想象的还要可爱，一个韩国的小孩。事业发展到现在啊，挺聪明，知道怎么做人，知道怎么和其他人搞好关系，啊，我目前来说，我觉得是在这个年龄段里边，麦叔是国外的艺人，就是国内的孩子能这样，也不错，挺好。所以说，整个这十几天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陆毅，我路过一个江边的时候，我看到了陆毅，几台机器对着陆毅，然后一大帮群众围着他。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玩什么，估计也是任务之一，觉得有点凄凉。真的，那真情流露的东西，这是掩藏不了的。哎呀，从下一刻开始要走了呀，你什么时候回来要走了？很快，对，很快，回去吧，不要送了，我给你们做的饭都快凉了吧。
完蛋了呀，师傅走了呀，怎么办呀？啊，他走了之后空落落的，总觉得我后脑勺没有什么东西在了。完蛋了呀！师傅为什么回去呢？你们想象过没有？就是有事吧。有事啊。那他为什么事先没有告诉我们呢？这其中一定有蹊跷。有啊，看我们的反应啊。他有啊，只是我们听不懂而已。其实你们都没有仔细听师傅的金句，他的歌词里面都有意义的。我还记得他有一段是这么唱的：上离别，上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我已经知道是被你气走的。又前一天，他曾经唱了。不拜麦啦，我的爱人在前。我告诉你，老郭再能打死你，真的。老郭求你，用他毕生的力气，一定要把你灭掉在这个车上。就是师傅不在，我才敢唱嘛。我憋了好几天了。这一趟对他来讲，我觉得蛮辛苦的。我看得出来，他有时候会看着我们玩啊，那种他虽然也不是说他自己不想动，我想到这个年纪的话，我连我都动不了了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那边玩很嗨的时候，他都不能过来一起玩，我觉得也蛮对不起他这样，就是啊，也希望他这一趟有开心到了。对，顾老师跟我们相处了有八天的时间，已经很融洽了。说实话，他今天回国呢，会比较想念他，因为他平时也会帮我们出很多主意，包括跟导演组去沟通，好像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队长一样。所以他走了之后呢，我们一直想，哎呀，完蛋了，以后黑锅没人背了。回家。哇，是不是？哇，好想哭的感觉。下午一直在弄，看到这顿饭就特别想郭老师。那这个颜色稍微有点差哈。好吧，应该不是钱。我这样看，仿佛看到郭老师在那块，老郭在那块自己做饭的一个背影哈，很慈祥。哎，太高，这几个孩子们都走了呀。矮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怎么听起来很欢乐呢？你们是不是高兴他走了？没有。干嘛他送走，这样合适吗？你不是说要他走吗？我什么时候说让他走了？你昨天说的。好吧，我说了。好好吃，果然厉害。可以。不过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排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生抽皮儿太小，要大瓶子。这叫炭烧排骨。这是谢谢这个是要做到很好了才可以做这么黑。我分分钟就给你做成这么黑。鸡翅怎么样？还是能承受的。好吃。真的没有？你吃。什么东西肉啊？这功力也太强了吧。真的呀，好鲜啊，好鲜啊。我想这种咸度应该是师傅的眼泪吧。哎呀，这咸的要命。哎呀，好咸啊。这腌火腿吗？这是。你怎么咸啊？咱们考验一下谁对郭老师是真爱。做游戏谁敢把它吃掉。哥哥呀，刚吃了两块呀，肾脏有点痛呀。我们应该给他录一个吧，是吧？谢谢郭老，是吧？啊，可以，录你可以。郭老，谢谢郭老师，谢谢你的菜，热泪盈眶啊！好好吃啊，媳妇，有点咸。
老钱呀，老钱呀，干爹，干爹，你给我们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两道菜是啥东西？你告诉我一下。这黑的是什么？好好吃呀！好吃，好吃。欧弟刚才还说上一秒钟还骂你呢。对呀。没有呀，我听到了呀。爱你呀，爱你呀。郭老一路平安啊！保重啊，一路平安啊。真的想知道呀，这个。哦，对哦，对呀，看了。猜到什么？是钱吗？不是 钱吧？不是钱。信，用信来拆信啊。看得懂吗？看得懂吗？看不。你看得懂吗？要翻译吗？好，来吧。你也不认字啊？各位男神，时间紧，东西不凑凑，忙忙活活的做了几个菜，也不知咸不咸。咸。反正啊，是我的一片心意。信呢，不要喝酒。路啊，等一下，多吃点饭。我好害怕，我先去开一瓶酒先。欧弟，哎，欧弟啊，别再打呼噜。柱子啊，更可爱。啊、亮亮啊，要美丽。你们呀，要把所有的钱呢、啊，都放在亮亮那里，让他多买些衣服，买些吃的。放屁呀！才对得起爱美之神呢、啊。乱讲啊！这几天里面推选一位新的老大，好好管理你们的这些，好好管理你们的这些。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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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多了，夸张，有些，有些这哎这字儿真不认识。有些什么叫做生活？那个什么要看一下，有鸡有些鸡，你不是有些鸡焦的，有些什么的生活，刺激的生活是不是？好管理。来，如果大家猜到这行字是写什么的话，我就给你烧你们这块肉吃。东方卫视花样男神微博在这边，麻烦上网告诉我们啊，这行字。什么的生活？手机买门票，周边游就找驴妈妈。本节目由自助游领军品牌驴妈妈旅游网全程独家冠名播出，花样暑假，百样玩法。节目全程参与微信摇一摇，抢红包，暑假旅游三折起。猜到这行字是写什么的话，我就给你烧你们这块肉吃。东方卫视花样男神微博在这边，麻烦上网告诉我们啊，这样子。什么的生活，那个、两个字是什么？到底大师要给我们启示是？不是，主要是郭老师写的错别字，他也不知道自己写的什么。好好管理你们有些松散的生活。松散？怎么可能？对对，松散是吧？松散。好吧，好吧，观众朋友，正确解答是松散。您猜对了吗？谢谢郭大爷。我们一起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一下郭老师。一二三。跟大家聊一个正事，老大不在，我们要一个新的 leader。为什么我？怎么样看你都长个 leader 的脸啊？我是觉得投票啊。那我不用投了，就是他啦。就他吗？那你要看他愿不愿意啊。负责什么？负责所有的事情。嗯，你听我说啊，找老陆来当老大呢，这个节目很有可能就做成了一档健康饮食类节目。很好啊，健康类节目。要不就轮流啊，一人一天啊。哦，哎，这样不行，这不是我想的。那、你不是老大，你想要关我屁事？不是吧？要有一个头啦，你这样轮来轮去的。对，轮来轮去 OK 啊。怎么轮？我跟弟弟怎么担？可以啊。你们两个不算。你听不懂？上啊！我跟你说，他们现在说一人一天当
老大，老大。对啊，因为为什么？我想要听听年轻人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信不能这样，这样才有趣、哦。我这样觉得你好，你是不是在躲责任？没有，一人一天啊。我不行，这样哪躲？我们年纪轻的怎么去担这种责任？我是觉得就陆哥来就好了啦，陆哥直接当老大。可以啊，都行，我都不要轮着啦，好轮来轮去烦死了。我们做的东西、想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步骤，顶多就是好玩好笑。可是我们的世代跟你们不一样，我们的世代跟你们不一样。咦，所以我想啊，我跟郭老师差不多，因为我跟郭老师，我跟他差不多世代嘛。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呀。年轻人要多锻炼。年轻人，我们两个年轻。没有呀，没有呀，哥哥。我的想法没事吗？太危险了呀！对呀、啊，除了我以外都蹦极啊！除了我以外都蹦极啊！可以吗？敢吗，哥哥们？我好吧，那还是你当好了。我的想法好危险啊！就是有福大家享，有难则你当啊！好，没问题。其实郭老师跟我算是同龄人吧，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呢。我在别人面前，尤其是在比我年轻的人面前，我应该有一副长者的样子。这样啊，老大自己既然推选了，自己得怎么也得表个态嘛。好好的，你先这个地方老大的位置，你先让给他，让老大说两句。我这个人呢，有什么新规矩？咱们都坐一下啊，坐好了。站好，你站着，老大说一句。啊，我这个人呢，比较讲道理啊，不会那么霸权专横。我也希望。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希望呢，就是你们有什么意见，或者说对我，或者对节目组，对整个生活各方面都可以跟我说，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会极力给大家去争取的。但有一点我要说呢，就是既然大家出来，就是说应该是做好思想准备的，不可能像家里那么舒服，对吧？有些能够坚持的，我们就坚持一下。没错，我先说说我吧，就住宿条件，就两个人一间啊，包括用水啊、排队啊什么的。哎，我是觉得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这样过。啊，我觉得哎，有些新鲜，有些不习惯，但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是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有些东西是要自己去承受，或者说去回忆一下的。我相信我做任何事情都会是抱着一种比较积极的心态去做。好吧，我们在这里掌声还是祝贺一下老大，新老大。好，谢谢。我不做老大很多年了。什么？洗碗，洗碗，啊，还是换一个呗。来，这个鸡腿，这个肉放着就好，放这儿，并且并且，我们把吃过的收起来，啊，放着，浪费钱啊。好，大家整理东西，洗洗澡，明天别忘了收拾箱子带走啊。好的，好。我劝劝你啊，咱们别那个驴粪蛋表面干净，里面也要干净，就稍微收拾一下。要不要我们帮你整理啊？你这样怎么当兵啊？以后，你这样会被人打的。哎，我怎么看你们的箱子，感觉你们都购物了，东西越来越多啊。算了，好麻烦，这个地方不属于我。那就整理箱子方面，我跟亮亮。细颖的箱子，我们三个人的箱子算是整齐的。年纪越大越整齐。不是，咱们比较爱整洁。年纪越大越整齐吧。好麻烦，不想整理呀、啊。对呀、啊，拉得起来就好了嘛。整理好多没意义呀、啊。折什么折呀、啊？你们家做的事情。啊、折什么折呀、啊？你们家做的事情。都哎，妹妹，对呀、啊，你们真的不爱干净。就你这衣服各方面不换，你这样的话就会交叉感染的。你有那种干净的病吗？算了，你们就乱去吧。女生喜欢这样的呀，乱去吧。洁癖呀、啊，洁癖，对、啊，这不算洁癖，这最起码的正常的生活自理。我们年轻人免疫力强呀。对呀、啊，就这样啊。我们袜子跟内裤都白洗。也配呀，我的箱子。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个。
别拍我的内裤呀！你看看，你看看，别拍呀！你怎么内裤放头上呢？别拍我的内裤呀！哎呀，你昨天放那边，难怪我睡不好呀！你放在我头上呀？没有啊，这全部湿的，所以我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在我头上呀。当然呀、啊。那废话哟、啊！为什么？被鬼压呀！大柱子，真的，把衣服叠起来，好好整理。啊，好的好的。老大说了呀。他这箱子整理都整理不出来了，今天不整理好不让你睡觉，这是今天给你的任务。来啊，这是你箱子吧？啊，对呀、啊。来。没事。我帮你收。No， 没事。我帮你收拾一下。真的没事。给你打个样。没事，真的没事。这不该你脏。如果这个牛仔裤的话，要是没有褶的情况下的话，因为这样不有褶吗？嗯。你可以把它这样卷起来，哇！你这样一卷的话，你就一坨一坨拿，就很方便呢。你就这样往这一放嘛，就是这是一卷，一卷一卷，两卷三卷四卷，这样的话就拿起来就也不会有。果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生活类的节目。哎，对呀、啊，你看，其实很棒啊，这样，加油，你可以做得很好。卷之前抖一下，行不行？啊，算了，对、啊、对呀、啊，你看这样的话就很舒服呀。大柱子好可怜哦，他一点都不想弄，现在被盯着，一定要弄。大柱子，那他年轻嘛，年轻可能我21岁的时候也这样，东西整理起来也是不会。我也是，就是成家之后越来越注意，就是说，哪怕是卫生方面啊，各方面就是整理东西什么，我才慢慢学会的。包括这次出来箱子也是我老婆给我整理的。睡前拆，嗯。看啊，睡前拆的。哈哈哈，选老大是逗你们的呢。明天将来一位新老大。老大，完了完了，一朝皇帝一朝臣呐、啊，30年河东，30年河东，你就过足了，这就30秒的瘾而已。当老大当30秒，爽吗？不造反吗？没有人造反啊。手机买门票，周边游就找驴妈妈。本节目由自助游领军品牌驴妈妈旅游网全程独家冠名播出，花样售价，百样玩法。节目全程参与微信摇一摇，抢红包，暑假旅游三折起。自在游天下，就找驴妈妈。大家好，我是驴妈妈，喜游小讲堂主讲人信。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讲讲旅行中需要常备的药品，除了大家各自常备的药品之外，像邦迪碘酒、棉棒、晕车药等小药品，也应该成为大家药里面的常备品。面对水土不服或者其他的小意外，有完全的准备，才不会影响旅途中的好心情哦。拜。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先打你！大爷，说，我错了，五弟，叶问，哦，哈哈，我不想再做苦日子了。背后吗？你死了都不离离，一点不痛快。有鸡，不是可以看见吗？是啊，好吓人啊！来点火花！哇！